西。叮叮叮叮。什么东西啊？野葡萄。哎，玩多了，张亮。对呀、啊。快快快快下来，吃点葡萄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想不到这路边的有野葡萄哎。哦，结很多啊，上面黑麻麻的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刚好有点反光，看不清楚。手机上。我上手去拿。嗯，长一点先。长一点。哦，已经有人来拿了。连这么多勾勾，是不是？对。别人好聪明哦。啊，我也上去拿点。小心一点啊。还穿鞋上树吗？这个不怕，这个鞋。哎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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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一点啊。好的。先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有蜜蜂来。这个是甜的，可能有蜜蜂吧。哇，还有很多啊，这上面。我拿勾勾给你啊。嗯。哎，这边这个树有一头好黑好黑的。哇，这棵多啊。哪棵啊？你后面这棵大的好多啊。你不尝吗？你先尝。哇，那么大一颗。野生葡萄。尝颗先。嗯。酸酸甜甜的。野生的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吃葡萄啦，看，嗯，好不好吃啊？酸酸甜甜的，野生葡萄，这个拿来泡酒挺好的。拿一点够吃就好了。拿一点够吃就好了。这山上的野果这段时间慢慢的都成熟了。味道很纯呐、啊，现在慢慢的下树了。把这个袋子扔下来。哦，怕坏去嘞，你把它穿在你手上吧。捡到好多，可以了，够吃就好了。哇，得那么多还是不多。哎呀，好聪明呐、啊！慢慢下来啊。这边这几棵树很多很多结了，上面传的是这个葡萄，这树太高了。不想让着老罗爬上去，安全第一。哇，还是得有那么多、哦。够你吃一天。够了，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。
看着都让人流口水，看着。嘿嘿。你看，乌黑乌黑的。朋友们，你们那边有这种野生葡萄吗？这段时间看了这个葡萄成熟了，哪天我们到大山里面去采摘一点拿来做葡萄酒啊？好的，好的。要找好好拿一点的。很好吃，又酸又酸又甜的，味道真的很正。野葡萄就这样喽。那我们就回家吧，那两个树很多，不上去拿了。不拿了，不拿了，太高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有喜欢吃野生葡萄的朋友们，这段时间可以来我们家乡采摘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有喜欢的记得给个点击加关注，拜拜，朋友们。现在回家了，想不到在这路上发现了这个野生葡萄。